怀孕的时候肚子渐渐大起来哦，要穿那些精品就比较困难了哈，都要瘦得跟纸片人一样，都嘛这样。35岁的艺人阿雅现在已经怀孕3个多月，预产期是今年8月要生个马宝宝。那么她现在胖了5公斤，不过呢，因为穿着很宽松，所以还看不大出来。35岁艺人刘汉雅，灰色上衣搭配牛仔裤，一身休闲装扮，和45岁美国华裔男友 Tony 恋情保密到家，不久前才传出怀孕，现在确定已经怀孕3个月多，终于承认有了爱的结晶。两张照片比一比，去年4月愚人节才 PO 照搞笑，照片中摸着微微的肚子，浑身洋溢母性光辉，现在美梦成真，已经怀孕3个月多，低调灰色宽松毛衣遮肚，传出预产期将在今年8月生个马宝宝，也会和男友在美国生产和办登记。你因为你男朋友在美国，所以你跟他聊应该可以聊很久吧，因为长期碰不到面的话。对啊，我们早晚都要通一通。你讲电话习惯把那个话筒放右耳还左耳？好像是右耳。真的跟我一样。对于感情状况一向低调的阿雅，现在传出好运到，身边好姐妹也接连怀孕，像是大 S 和俏江南富二代汪小菲怀了马宝宝，还有35岁的吴佩慈和交往2年、身价约100亿元的澳门永利饭店股东纪晓波，也怀有一女将要临盆。演艺圈喜事不断，女艺人都在马年抢着当妈妈。记者陈嘉明、李雅莹台北采访报道。